不予代表同志，各位团体、各位理事长，以及诚心靠咱这所谓选手哈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啊，所在吼，龙船就是咱东山的特色吼，是这是一个文化，啊一个教育吼，一个团队啊，所表示的力和美，就是这个龙船啦。所以讲，咱东山不管去到叨位啊吼，拢非常的出名。这就是历年来，所有咱上拍比赛辛苦，咱在选手，啊，虽然是跟咱选手吼后壁结合很多的人吼，就是咱不管是咱的团长、理事长，啊，出钱出工吼，这出力吼，这是非常不简单吼，这表现出咱东山的种个团结，尤其是咱的代表咱东山乡吼，咱的团长吼，咱的游队长吼，啊，非常的不简单吼。啊！啊！就讲大龙仔吼，最近吼咱五级吼，五级势必讲要给咱变好过吼，那压力也是很重吼。我相信啊，咱一定有信心，尤其是咱该来参加这个赛事，咱所有代表成绩也是咱各位团长，咱就一定来鼓励甲支持吼，这是一定大家拢爱去。哦，我是希望在比赛时间啊，大家来甲鼓励。哦，咱以前非常大龙真了解吼，在座拢有去白龙船，所以讲是所闹的汗，哦，我是希望。啊，咱大家来现场甲加油！我相信啊，咱游队长继续啊，甲咱卫冕三连霸，咱大家伫只甲拍火鼓掌！啊，非常感谢马队长，啊，希望各位选手啊，咱大家平安顺遂啊，过一个端午佳节啊，端午佳节大家快乐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